先来一起看一下范冰冰到底是怎样的女神。她一直时尚大气，但是她一直貌美如花，但是他一直优雅端庄，但是还是要耍点怪。这样的女神你 hold 得住吗？哇，现在我才知道娜娜有多么的端庄。但是她并没有扮丑，她的脸是美的，还是美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她是其实是豁得出去放得开，应该也是剧情的需要，对不对？对，其实我平常性格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她是属于，为什么有人说范爷不只是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很豪气的那一面，还有他其实平时肢体动作其实是有很男孩子的一面，就是他就是比如穿着高跟鞋走过来，他基本上是在我差不多在我这儿嘛，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借你用一下，因为他太高，因为他太高，他就是你是我，他就会这么搂着你，但是不是那种女生的那种，就是轻轻的搭肩那种，不是那种女生轻轻搭，他是爷们儿的那种。然后他就真的把重量放在你身上，因为他穿高跟鞋很累，好累。他就是那个，根本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